辣炒老婆饺，我的最爱。现在是应季的软黄，哈。老好吃了，三罐酒吧可以混拼，有烙汁的、辣炒的，还有猫眼螺。下面没有选项的可以备注。这块是硬黄，来个一口的，嘎嘎新鲜的老婆饺，都是现火这个。超满足，个头都比较大，怕腥怕苦的苦胆可以去了，掉了。辣炒的一定要加热吃，烙汁的不要加热，凉吃就行。这个老大了，就来个最大的，折了。